想去海外工作吗？不知道日本是否是你的选项之一呢？根据统计，有 50% 的毕业生曾兴起想去日本工作的念头，但最后仅有 1% 的人成功前往日本工作。我们是东京工程师图鉴，协助超过200位求职者一对一解决他们的求职问题。成员中有伙伴实际在日本担任面试官，也有伙伴曾任国际猎头。我们发现，在出国工作这件事情上，阻碍大家最多的不是专业能力和语言能力，而是资讯的落差。我们将结合日本当地面试官与国际猎头的角度，透过五大面向协助你开启海外求职之旅。上完这堂课之后，你可以获得的是：第一，具体的赴日准备流程，包含有效率的求职管道到底有哪些，日文到底要多好才能在日本找到工作等等，会根据产业、职种做分析。第二，了解日本工作的整体样貌，包含日本职场文化、薪资分析、生活与职涯发展。第三，完成与日本人相同等级的日式履历，也就是符合日本企业习惯与喜好的求职文件。换句话说，在这堂课之后，你将具备找到日本当地工作的求职能力。职涯转换上，我们相信第一步总是困难的，踏出去之后，下一阶段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。我们是东京工程师图鉴，协助想去日本工作的你拿到合理的薪资、合适的职涯新起点。我们课程见。